如今由于我国开放了二孩政策，七座车型慢慢受到了一些家庭的欢迎，但是却有一个尴尬的事情，那就是在我国七座及以上的车型必须要接受车身喷漆，喷漆的字样都是核载多少人、超员违法、举报电话这些信息，这种喷漆是强制性的，买七座豪车的人要哭了。如果是长安之星或者是拉客大巴车，那喷个漆也正常，而且这些车本来也不是靠颜值吃饭，喷漆丑也就不怕了。奈何现在很多私家车也是七座，本来是买来家用的，却也被要求喷漆，这不就相当于给一个美女脸上烙铁吗？所以很多车主是拒绝的，不过嘴上说着不要不要，身体还是很诚实的接受了。像福特猛禽这样的大型皮卡，在我国也会遇到类似的尴尬处境。管你有多么的霸气，反光条该贴还得贴，你看旁边的小皮卡不是贴得好好的吗？所谓入乡随俗，即使是汽车也没得躲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。有的网友还为大家出了一个主意，那就是在喷漆之前在车上贴一层膜，等到喷完之后悄悄把膜撕掉就行。小编也不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，但是我一看这个主意就是个馊主意，不建议大家学习效仿。这个喷漆本来就是用来提醒司机和其他人不要超载的，也算得上是交管部门的良苦用心，大家还是收下这份心意吧，要不然遇到交警就不好解释了。